注意看，粘锅的一面放里头，一点不粘。再用八宝粥做个实验，八宝粥搞里头，不仅不粘，还不发黑。真正的不粘锅不是涂层锅，整个锅都不粘。钢丝球可以刷，铁锅铲可以打。整锅采用的是优质航空合金，加陶土不粘材料一体压铸而成的。这口锅还可以用来炖汤，锅盖带有一个小阀门，炖东西更安全。上蒸下煮，别提有多方便。就算做个五花肉都不用洗锅，抹布一带就干干净净的。要不要300？不要。要不要200？不要。那要不要100？不用，都不用。我再强调一次啊，我就是这个陶土乌鸦锅工厂老板娘，我做生意呢全凭良心的。你今天下单，我还免费的送您蒸屉和透明的锅盖呢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，一顿饭钱就给你带走了。哇塞，这锅太神奇了吧，真的连油都省了。滑到视频的朋友别滑走，我怕你用这锅老婆都求着你买。玉米糖拉丝不粘锅，用发胶做个实验，发胶搞里头也不粘。继续无油煎蛋，煎酿豆腐，酿苦瓜，煎鱼都不粘。真正的不粘锅，干翻涂层锅，整个锅都不粘。钢丝球可以刷，铁锅铲可以铲。整锅采用的是优质航空合金加陶土不粘材料一体压铸而成的，越用越好用，越用就不粘。这口锅还可以用来炖鸡炖鸭，锅盖带有一个小阀门，炖东西更安全。上蒸下煮，别提有多方便了。就算做个红烧肉都不用洗锅，抹布一带就干干净净的。锅是整体导热的，做菜做饭大大减少厨房油烟，锅重只有2斤多点，女生也可以轻松颠锅。今天工厂做活动，拍一发八价格还优惠，想都不要想赶紧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这个是良心推荐，买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。超长售后，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买它。